白同学今仔日后视镜好像怎叫脱窗的，我想来研究看要安怎贴。我是感觉内底可能毋知啥物卡准叫害啊，叫漏起来。反正就偷偷研究啊，哎呦，好像这样猜而已哦，结果行跩过拼出来。白同学足无介贴迄种内装的物件，伊有些东西。他做那个什么扣子，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拆，还给我贴来，哇靠腰，我靠呀！我安尼就还好了，这应该是安尼啊。但看 B 零这部代步机做甲淡，唔知要创啊，很多都会掉下来，很奇怪。我想讲临时拍一下，应该同学会用到啦。这种物件可能有的人可能才有一年。有个人可能买台车买连拄着都毋捌拄过啊，后来起来，哦，我靠后腰安尼尔啦，所以我安尼阁升起来，你有看？你看这，伊这是这卡榫叫老啊，所以安尼这之前我人捌拆过啊，算毋是在烧个，无紧，毋是在烧嘛是有伊好处啊。来，安尼应该是垫落就好啊。诶，这个。对，应该压下去而已啊。来哦，六秒，五四三二，个雷军这届得当做专心躲啊，一二三啊，修理好啊。啊，所以它这个原理就是镜片当安尼挡我，另外变了伊就保持嘛，变了去关掉啊。哦，好加载，我想我们要拆偌久嘞？镜片可能原地晃动有哦，伊有解，迄恩恩车主可能用迄个点啊架控的啦。就是不干胶了，好，那样再合上去就好了。那个，哎呦，个袂讲怪歹听呢。好了，哎，镜片应该是袂阁晃动啊。干你们多反射，唔知道照到我的嘴脸无？啊，这后边吼，我咧看顺便示范安那装起，恁看好，因为这个有的人不知道怎么装。来，你有看到车顶就有一个固定的无？然后你就把这个，哦。用去旋转、哦、逆时针方向我会记得这样倒进去这样拎、哦、好在那边又说到什么他娘娘这样有转过去哎呀这样就好了、哦、你会跟他按按不会再老了那我们现在从直接上面拆好了就不用拆下来已经会弄了开始怕、哦、你看这、哦、这个可能也是大概快要下课了还叫一支叉烧哦，咱个变较贵。哦，伊这算古来老啊，咧假咬的。哦，体谅老大人。然后下面把它勾进去。哦，哦，这歹用，太小看它了哦。我来杀一个脚架好啊。来，脚架固定好，我就无咧惊。我来看这到底是安怎。哦，这，哦，安尼啦。这种设计安失败失败呢，啊不会安尼对个，咪讲把它进去，然后咪画出那一个字，哦安尼就好啊。啊，再来，咱这个后视镜我直接砍起，我、哦、这不干胶那些弹嘛怪怪，我安尼多反射着个滴嘞，你看好爽嘞，我就是用这支手机啊，哇，真正敢那赞嘞啊，好，啊大个个灯要落身会记啊一二三啊。好了，好，谢谢收看。